这样子。你这是第二季还是第三季啊？三集啊。哦，哇，那你们好有毅力哦。三了吧？没，就是用到好啊。嗯。钓鱼摸鸡。第一季其实也没出什么状况、啊，就是想换个地图，那个地图新就新版那个就比较好用，比较好看，新版地图比较好玩。嗯。Hello, hello. 哎呦喂！现在是夏天嘛，夏天你要种点啤酒花。对啊，这样小麦之后就可以酿酒了。小麦可以做那个秘鲁。秘鲁，嗯，好啊，好，你们去买回来啊。你那东西啊、喔，买啤酒、喔？没有，买小麦。那你们去买回来，我吃的。哇塞，干什么干什么？你刚刚也没有做事，现在又不做事。有啊，我刚、嗯、有啊啊啊。有，我打两颗苹果。啊！哇！没有打两颗苹果，然后开始在那边跟我晒船。你拿两颗苹果，你吃了几颗苹果？一颗。啊，你快一颗嘞！一颗被烧掉了。哈哈。你为什么会盖一间小房子？你知道我有没有看到你？他不能往下挖、啊。我不能往下挖，因为那边全部都肚鱼钻啊。好恐怖、哦！我开场就被肚鱼咬了。对啊，所以我就不敢挖。不是啊，他们开场说：“我靠，怎么一堆？”我觉得我看你一堆跟着游，哎，超刺激哎、欸！不然我也不想变小屋。我想那个小屋也太明显了吧？这是玩家盖的吗？还是团团盖的嘞？我想里面有 ID 不对。Hello。嗨。你的音不对吧？你的画面没有聊天室。啊，对哦，我刚刚重新拉了，没关系啊，聊天室不重要啊。我们会很难过。我有看聊天室啊。可是观众没有看到他们的留言出现，会很难过。不会啊，谁会难过？看我的 YT 就没有。谁会难过？你刚刚你叫他出来讲。哎呦！你叫他出来跟团团讲。干嘛？关我屁事啊！快跟团团，就不看你的事啊，所以才叫你啊，干你屁！然后我跟你说，请你去跟那个繁星讲，请你用泽凹的声音。哦，不要不要。这个吗？我觉得这样不。而且刚刚真的是追团，你知道吗？你真的是在追我，很烦。然后我还说，哎、欸，团团叠高了，扁他扁他，扁他扁他啊！啊，他好像看到了。好烦的。不，叛逆，对他就是脏兮兮，赶快跟莉亚说。他自己在翻垃圾。我还真的没看到他，你知道吗？他躲在那个图书馆。还避雨呀、啊、吼，他还等雨停。他在那边都不动了，突然我那边翻垃圾，嗯，一个人在那边啊。哦。莉亚，我要偷偷告状。他几张兮兮，他几张兮兮，嘻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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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哈，跟我一起看。我看一下哦，向日葵种子不是，大麦粉不是，哎、欸，我没看到小麦种子哎、欸，大麦种子，小麦不是那个吗？还是哦，小麦找到了，嗯，在上面。15个好了，垃圾比较好叫。
你在弄那个植树区了吗？就是那个，就是三种，然后三种木头吗？要摘。那我跟你讲哦，你现在种它绝对长不出来。为什么？它长大以前，它周围不能有东西。我不知道现在改，啊、我不知道现在改了没啦。是啊。对啊。我当时玩的时候是这样子规定的啦。不然我帮你查查看。就是不之前的。嗯。哎、欸，这边怎么哭掉啊？被雷劈掉了，哈基，不要看这边。你怎么没看到？你们谁敢会做真的？不要看那边。我们在努力砍木头了啦。要五等还六等？我难过。我还三等呢，一二三四，你要怎么放？放什么？小麦种子吗？对啊，就杰瑞家这边啊，这样子迎着过去的。哦，你要在这边哦。小麦种子呢？小麦，对啊，你买几个？15个。一二三，好。哎、欸，那边不用。那你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、啊。从50、15、三层。那给你啊，你用。这样子。哪里？你要哪里？嗯，你看不到我在那边动吗？有啊。好。这里啊、喔，这样吗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在哪里？三、四、五，这样吗？对啊，你现在人在哪里？我在你旁边啊。你有看到我吗？你在那边。是这一颗吗？还是怎么样？你现在人是在桥下。等一下，我在你旁边。我现在在桥下这个田中间。我已经跟好你刚跟过的地方。我重进，没有，我重进啊。想说我已经那15格的田挖好了，你想都没看到吗？哎、欸，进不去，小雨进得去啊？我还没进去，我还在吃东西。哦，进了。谁把熊放在我家门口？嗯，我物品难以满，我搬不出熊熊。好了。我看到这边这个，对啊。好了，可以种酒了。那你要不要把这边的砍掉？好啊。各5个应该就够了吧？够啊。
他们有时候有些故意长很快，有些故意长很慢。我操！狗狗，等等一下。十到十二天会长成一棵树，那为什么平常都种不出？我种一个冬天的都没长出。是杰瑞，是杏鲍菇，菇杏鲍菇，杏鲍菇，你要出来玩吗？你要起来玩的吗？我大战完了。你在大战什么？跟家具大战。哦，你刚在弄家具哦，辛苦啊。然后我们刚刚改革了，我们走复古风了。复古风是怎样？我们进入了黑白时代。真的。安安。他徘徊在我旁边，想吸我的血。我今天也是用食指、中指加是一只血超多的蚊子。Oh no！ 哦，让我重现起步步在我手上流血的画面。太恐怖了。企鹅，南极企鹅，欸，你的 ID 有我两个兔崽子的名字哦，有南极有企鹅。今晚要睡了吗？好睡。那我等你们睡。睡。你是说很睡？对啊。睡。我睡。你要什么睡？两十二点了，快睡。我一进来就睡。我也是，我竟然什么都还没做。半蹲肉鸟睡。等一下，我在莉亚家门口，你要我跟他睡是不是？我在跑，我在跑，我在跑了，我在跑了，你等我。在家门口，为什么在家门口？我在钓鱼。你是不是刚刚在偷窥人家？我在聊天室钓鱼。聊天室钓鱼，你的鱼饵是什么？好。我的鱼饵是什么？蛋黄酱。番茄酱跟蛋黄酱，你要选哪一个？不，那个真的很烦呢，坏掉的那一个，你要不要种一个啊？就那个，下次不要收成。可是它长的时间也更加不一样。哎、欸，已经过一半的时间了，算了。哎、欸，收成了。哦，你要一起收吗？还是？全部收，下面也好了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哈基，等一下，你让我收一下一个，来，这个，你数到三，我数到三，你不，我数到一，一样二就收哦。好，三二一，哎、欸，你有收到吗？现在也是这个收的方法。那小雨跟你比较默契好了，小雨这个来，啊、你喊，啊，三二一，捡、欸、不起来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只一个人呢、欸。这个只有一个是不是？对，我捡不起来。可蛋黄酱那种应该可以吧？来，进来，我们去玩蛋黄酱。来，这应该是收一收，我家就十等了。来，没那么快吧？没那么快。来，十等很久哎、欸，十等好久，我在里面了。我在旁边、啊。好，三二一。哎、欸，太快了。哦，好，那再来一罐来。哦，走开了。来，这一罐。好。好，哎、欸，对，杰瑞是专精什么？三二一，哎、欸，不行，杰瑞哦，不是挖矿跟那个吗？打怪。哎、欸、呀、啊，哎、欸，怎么了吗？专精挖矿打怪。哎、欸，我这么好吗？哎、欸，所以外面的草被收光是不是？收割光了、哦。外面的草。干草啊。没有吧？我没看到。有吗？刮、啊，我没有刮、啊。嗯，被吃光了。下面还有啊，不是吗？可是他走过去吃才有用啊。哦、嗯。你看看他会不会吃啊？开门。真的。
为什么空一格？就被雷劈吼！那你们改格什么？看不出来。我刚收件收过了，说，你收过了。对啊，你们先看上面这个是不是全收过了？我刚刚收这边的。我刚看到我没收完，然后那边跳出一堆。这边没收啊，我看的没收啊。下面我没收了，上面那一排我收了。你收，给你升等。